向升级。我选守护者，守护者。天意让我想守护的两个人都在同一组。我要守护。把把都平凡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老师，请听好你的规则，你们必须进入 Top 5才能留下。定王这么高，力量传给你了。舞台开始。谁输谁赢，真说不好。第二次排名公布正式开始，你们都会有面临淘汰的可能。我毕竟输了，肯定会有点紧张，担心分数不够，谁走谁留，我都不会太意外。会留恋这个舞台，害怕失去。目前还剩下的是奥斯卡、卓海豚、蔡维泽、郑卓熙，结果还没有揭晓。你再多给他点分。